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觉，我们打的好像是 VN， 我靠，这有点难搞吧？打 VN 有点难的。他们在打一级团。好，他打一级团，他到现时他带的是没有 TP 啊。一个助攻，不对，盖伦，盖伦，维恩是中单，盖伦有收获吗？盖伦一个助攻，哎，这个 VL 要从这里过来哈。哦，我卡在这里，如果他从这里过来的话，我可能要学 E。没有来，我将死战不休。为什么不是盖伦打上呢？他为什么搞个兵打上？猥琐猥琐猥琐！打这个有点难打，说实话，好痛，我就没法打他，拉不到他，好痛啊！哎呀，真烦！我也没办法。他们将后与我为敌。打野还来照顾我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奥锥要吃的呀，我这没法还手，炮车得 Q 一下。这个人打的不是很凶，挺稳的，他不 Q 我，他怕我拉拉他。猥琐，只能猥琐了。四级了，有机会。哇，这都没拉到。泰克诺手了，真的泰克诺手了。我 E 好，他推也好。这波有机会，我看能不能拉到他。如果 Q 我的话，我这个人一下都不 Q 的，好稳啊！我晃点他一下，好，有说法，他怎么？哎，要么不动你，动你就是一波带走，这是肯定的啊，绝对不能怂。开疾跑就是一波上，点我点的舒服吧？好，溜了，可以。他十七刀，我三十刀，这波他炸了，这么多兵，他双招交了，得先出鞋子，打他得先出鞋子，不然上不去，移速不够的话拉不到他。杀一次就够啊，杀一次就够。他没有双招，我也没有双招了。他带的是进化，他为了后期打团，但是跟我对线进化没什么用，也就解我 W 的缓速。还敢点我吗？敢！哎，我失误了，我操！
没有提前输入，他有点急躁了，开始放 Q 了。你看我有斜射就好多了，我可以晃点他了，现在可以比操作了。抓不到我，好吃！哎，我人眼了，没事，你排吧。维恩已经回家了。谢谢。好，推一波，推一波，他回家了，我们赶快推一波。皮的话不吃了，他到了，燃烧宝石先来一个啊，捡 CD， 我们打他一定要 CD 短，攻击力没怎么用，因为我 A 不到他，伤害没用，就要功能性的，跑得快，捡 CD。我有疾跑了，可以动他，他没有闪现，他的闪现跟我同时交的。就利用草丛来跟他打，他现在已经没法压我了，在他闪现好之前看能不能打一波。有眼，现他离塔比较近啊，没法开疾跑，开疾跑没啥用。点我现在也不痛，触发不了三环，他不敢触发三环。队友来了，他闪现好了，我闪现好了，你死了兄弟，躲不了了，死吧。他已经死了，兄弟 ，OK。这种是肯定是的，闪现也别交了，交了也没用。威恩虽然可以压我们，但是呢，对他的要求很高。啊、我打野一来，他肯定死。上路线这么长，他控制的不够细腻，就肯定是被我拉到。我82刀，挺好的，补刀也挺多的啊。强行吃一波，丢了，套车还是要吃的呀。好，是完美，两个头，87刀，完美，来一个这样，行，打断了，我走，啊，我算你狠，我走。又能怎么样呢？又能怎么样呢？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刚在草丛回就好了。他是往下走的。买一个这个，等会儿他开隐身的时候，我扫到他的位置就行，贴住他。
他有闪，他是有闪的啊，我们也有闪。拉他，他上来点我们就冲上去拉他，就比微操要晃点他。哦，他现在开始调皮了，行，下波不把他打死，下波直接闪现拉他，下波直接闪现拉他，他只要敢把 Q 交了，他现在开始稳不住了，有点急躁了。好，我盲僧来了，调直，来调直，点我，来点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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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点我，人点我，出点三这个人，跳个舞，他开始很稳，现在稳不住了，急了。开始烦躁了，盲僧这两波抓很重要，好，我们挺进者了，挺进者一出他就不能点我了，我们得下去了，下路炸了六个头，我们带下路吧，上路不管了，这 VN 已经废了，被杀三次了，我们把下塔推掉，这盘得出反伤甲蓝盾，还能吃一层塔皮，很舒服，赶快，哎，哎，我还吃不了，阴一波，阴一波，阴他一波，他应该不过来，塔皮吃不到了，很烦，不来了，这个人不要犯任何错误，可能要被抓，撤了，感觉危险，躲一下，小炮来了，可能要开机吧，没事，我不急的，没事，没事，不怕。哎呦，还有点燃，我操！这你妈没法跑啊，这个。Shut down。他们不转的，不转的。不转的，我队友没有管我，没办法，这个他们招太多了，这个诺手控制太多了，我的发育还是很好的，他们要是召唤师技能少一点，哪怕没有点燃，我这波都杀了，双杀。
继续带。下波他们再来啊，我有闪现的，再把小炮切个头，我要针对一下这个小炮，打团就杀他。差不多得复仇去了，这波不用去，这波不用去。好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很好，没双招了吧？哎，复仇成功。我们躲在这里，杀他小炮。假装走，我先假装走，再绕回去卡个视野，这是看不到我的，看不到我的，就蹲他崔斯坦那，没来，没来算了，把这个塔吃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小炮应该会来。回家了，回家肯定会来下路，我们赢他一波。行，来杀吧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打过我。吸口血，我血怒了。没交闪，没必要交了，这波。他们来的人太多了，两个人我随便杀。这不龙应该是丢了。我一 v 二没问题的。好，有双招了，我要打团了，结束他们。抓这个诺提雷斯去！你这个鬼死！他就复仇成功。你往哪儿跑？复仇成功，非常的愤怒。看得出我的愤怒吧？被他盯死了两次，很烦。安稳发育，一、二缓速，三没大啊，有大的话可以杀，没大杀不了，走了，赖一下线。谁波兵？躲起来，继续耐心，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耐心，不去打架，我们拖个蓝 buff。 这个 VN 很谨慎，插了个眼，我溜了。你凭什么跟我单挑？我都不懂啊。吸血哟，这个人有闪，没吸上来。盖伦拿命换，他没闪，我跑了。
红蓝 buff 没了。打不动，他打不动。我推下路去啊，我们把二塔推了。这维恩崩了，他这个装备也不行，打不动我的。推二塔，蓝 buff 应该是没了。哦，红蓝 buff 就很舒服。哎呦，他还有这个东西，疾跑。好了，一不能浪了，不能浪了，我们得打大龙了，不然浪费时间。大龙吧，大小龙收了，我来了，离得有点远，队友应该是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这波队友没了。等我们双招好，打不团。他们要去大龙了。凌驾一切的战力。来，他们打还有一会儿，没事。我是有闪的。勾引成功，我很喜欢。他们没打龙，他们没打龙，非常好。保了一波龙啊，保了一波龙。我们打。龙收了，地攻了，龙别丢啊！盲僧应该是不会丢龙的。Q 接惩戒他抢不到，哦，我不在，输出不够，马上到，好，绕后。还行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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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太多了，算了，龙 buff 留着吧。他们敢冲塔强杀，找死！拉过来，跑！你十？嗯，忍你很久了，还
还有谁？大招还差一点。没事啊，你打不动我。哎呀，不定住。抱团抱团，龙爸没了，等我一下吧，我不来你们不好打，少我这个大坦克。打得不错，先剩十六，把这波兵收了。你把红蓝 buff 交出来，交闪现，提个速。我的跑速非常快，交出你的大招。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哎，红蓝 buff 交出来，一路追死。抱团吧。吹了，来，开，他们不敢守的，小龙，他们第四条，感谢苏弟男童送给晚辈男童的大飞机，谢谢苏弟男童。好，你敢一个人冲我们？哟，给我触发血运动！没知道。哎，哎，这法师中路怎么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我有双招，定他吸血，一刀斩，开，你跑，这个跑速你怎么跑？先缓他速，再吸他血，再 A 他，我先拉开。你在这还不行，情况不对，拉出来溜了。好，哎，你们上呀，别怂啊，我这么一点血我都不怂，浪费一个闪现。大龙吧，大龙大龙，我出个蓝盾。不出这个，绿甲绿甲还是有 AP 输出的，300多护甲。大龙吃掉，可以直接打，这
这一波没有闪现，我会比较笨重。好，我先拿坦克叠血怒，给我过来 A 他 A 接 W 接外圈刮接 A 接真实伤害，先拉开。不能这样打呀，要打这样打很亏的呀。我摸不到他的这个后排，没闪。好，很好，骚扰大龙，他们还有三个，看你的了。快，再不快要没了。你往墙上站，你不是找死吗？站到墙上去。我没有双招，摸不到后排的，这边又没视野，我上去就送掉了。不能着急，慢慢打，他们这个阵容打我很快，扛不住，我得把他 VN 给杀了。但是我没闪现，不好摸他。逮到了，等一下队友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嗯，往外跑！咦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错，你就给我触发血怒的兄弟，你就是给我触发血怒的，血怒的，血怒触发，你怎么说？一刀斩，一刀斩，外圈刮，接 W 接，一刀斩，全部死，一波，一攻了。结束，投了，进最后一波立功啊！